万婷，很高兴请到你来香港。谢谢谢谢，非常荣幸。你觉得香港怎么样啊？香港非常好，给我很大的冲击，就是感觉香港跟大陆很大文化上的、经济上的各方面的不一样。因为我第一次来香港，所以感觉很激动。待会你跟我们谈谈。好的好的。你说香港呢比较快是不是？对。哪一方面呢？香港的节奏，生活节奏还有工作节奏都比大陆要快很多。你觉得是这样吗？对对对对。来到这里反正感觉都非常快，但有很大不一样，很大不一样。比如说一来第一个看到很多公路上的车，第一印象是哎，为什么都是无人驾驶？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的驾驶室是在左边的啊，你们是在右边的，一看以为是无人驾驶，看清楚哦，原来位置的问题。对，原来司机位是在这边。对，然后呢道路的方向都不一样，我们是在右边前进的，你们是在左边前进。那你的观察很细啊。做摄影的话需要各个方面的 OK， 做摄影的话需要各个方面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对对 对， 对，生活各个层面上的。对，所以香港给我的冲击还是非常大非常大。第一次来香港，希望以后能够多来香港向杨会长学习。谢谢。我看到你拍很多很多的照片，有很多乡土的气息哈。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对，我觉得呢，我的照片里面，我的镜头里面更多带有的是我陈焕廷自己风格的一点东西。啊，这个我也感觉到。感觉到，对，因为我从拿起相机的那一刻开始，我就有一个强烈的想法，说我拍的片子要跟别人的不一样。啊，对，所以慢慢的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一种影像语言，用来表达我内心的世界。那你帮我们介绍一下喽、好啊。那你介绍一下你的照片给我们看喽。好啊。我知道你这是你拿到金奖的一个照片。对对对，这是在叫什么名字呢？这个名字叫人与人。人与人。对，就是我想。我看来了，就是好像一个游戏一样，就好像一个高叉点一样。对对对对。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你怎么表现他呢？就是我想用这样一个模型来表达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思考。就人生像一条线。对，线与线之间有了交点，人与人便认识，或者相遇，或者相知，或者相爱。但是无论这个交点有多少，或者有多长久，有多长，对对，总是要分开的啊、就是线始终是自己一条线。对，就人始终是自己一个人，就人生的本质是孤独的。那结构呢？是不是你拍自己呢？对，这是我对自我状态的一种表达。对，那是当时的一个比较观念摄影的一个时期，然后创作了这个片子。那我会看到了，这应该是有两个动作的啊，对，可能是你先躺下来，再把你的身体抬起来。其实是用了一个多长时间曝光，长时间曝光用了20秒，坐着看了镜头8秒，然后躺下去一直摇头，摇了12秒，所以看后面躺着的那个人脸上是血肉模糊，看不清楚的。那你要表现什么呢？就是表达一种沉重，一种沉重，一种肉身与灵魂之间的一种关系。对对对。那看来呢，你也对那个佛学啦。有一定的应试啊。对，因为我本身是一个佛教徒。哦，是吗？对对，然后呢也是读过一些佛经，对佛教的很多里面内涵的思想自己蛮感兴趣，也做了一定的研究。很有兴趣。对对，几个呢？很凝重哈。很凝重，就好像一个鸟笼一样。鸟笼一样。对对。那当然了，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是个大厦哈。这个大厦中间的空间哈。人一个穿孔衣的 人躺在中间。是代表什么呢？是不是一个人困在一个笼里面？就您已经感受到这种沉重，其实就我这个片子已经解读到七七八八了。这张的片子名字叫最后的战役。最后的战役。最后的战役就是这个钢铁建筑。这个非常冰冷的钢铁建筑，它象征着就是现在这个比较功利。比较世俗，
比较浮躁的社会。孔中间孔的红色，它温暖，嗯，对，温暖，人，对人，它代表生命力，也是代表我们的生命力，对，代表我们的国家，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就是这种人文精神，这种爱已经被这个功利的社会压榨到只剩下最后一点一点一点点，对、嗯。但是无论这一点有多小，它始终能够控制住整个画面，嗯，它是永远不会失败的。啊，这个照片呢也很特别，你看呢、啊，人呢在走路，但是这个人没有头颅，很好，很好玩啊。让我想想， 是不是你说在城市生活的人，他们一整天都是行尸走肉一样，行尸走肉，不需要带脑袋，是不是这样呢、啊？有点这个意思，您的解读也非常，我们讲得更详细一点。就是一个很直白的，就是您看到在路上有一个人在走，但是他没有头，你会不会觉得忽然之间很奇怪啊？很奇怪，非常奇怪。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社会上那么多没有信仰、没有思想、没有人文精神的人在路上走，你会觉得很正常的？其实一样的，你不觉得很奇怪啊？对啊，人的灵魂没有带脑袋的，人的灵魂、人的思想其实就是人的头。对，所以没有灵魂、没有思想在路上走。就像没有脑袋在路上走一样，对，就是用这个片子来做一定的讽刺，这样子，而且表达了人生需要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观念。那杰克也很奇怪哦，对，你在那个衣柜里有个手掌，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片子的名字叫《生存状态》。生存状态。生存状态。就是我们生存在很紧密的地方，就好像很多衣服把我们盖住哈。对，其实就是一种灵魂被束缚、被捆绑、被囚禁、然后一种很压抑的感受，思想快要窒息，然后就只剩下一只手出来求救。这就是那是求救的手手是我自己的，哎，我让我的徒弟按下快门，然后我自己钻进里面去。我这么年轻已经有徒弟了啊，结果呢也很有趣。对，那我看到那个人呢一定是你了哈还有一个女人的手把你的眼睛也盖上。对，那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我们是用我们的心去拍照哈？大概是，就是手中无剑心中有剑，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你拍照不用照相机，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片子是我在观念时期在中山大学开了一个讲座，而这张照片呢叫做我是摄影师，是用在这个新影像讲座的一个主题的一个照片，新影像的一个就海报上的大照片。那么什么意思呢？这张片子叫我是摄影师，一般别的摄影师照片上都至少会有相机嘛。对对对对，但是我这个连相机都没有，我是想说我是一个跟别的摄影师不太一样的摄影师。别的摄影师呢是用相机去表达外部的世界，去重现外部的世界，而我是用影像来表达我内心的世界。几个呢？这个呢就是我在拍人物或者在拍自画像的时候，我不一定会出现人的脸，我不会说去重现一个人长得多帅多漂亮什么之类的，我希望更加的是隐藏住外表，然后表达出内在的东西。这个照片让我猜猜啊，只是一个人拿着照相机。对对，也表现你的力啊。对，力量。这个是你的手臂。是我的手臂，是我的手臂。对，就是我当我拿起相机，我感觉我的臂膀是那么强悍，就是影像的力量，就是你的，对，你的影像就是你的武器，你的情感就是你的弹药。